好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有人讲说，那越来越威力导演像十五版的，啊，有没有看？有些人说哈，我想要这个图里面又有鸭子，又有乌鸦，又有什么？可是我这个只有一轨啊，所以各位可以按这里有没有看子母画面有一个加，有看到吗？子母画面现在是不是只有一轨？我就按加，子母画面只有一轨，我可以再去加一轨。子母画面二，来，你看大花小花有几个了？两个，所以我上面是鸭子，我可以下面再给它一只乌鸦。好，各位看这一段呢，有没有上面有乌鸦，下面有鸭子？它就是有两轨子母画面，听得懂意思了哈？就是这个子母画面，大花、小花，你可以有第三轨、第四轨、第五轨。威力导演很像第十五版的，它不止子母画面可以多轨，它的主要影片也可以很多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这个影片旁边还有一个小视窗，这我可以好几个视窗同时在一起，同时有四部影片在播啊，左上角一部，左下角、左右下角、右上角。可是很像没有需要事业做这么大啦，好，所以这个子母画面呢可以增加几轨。各位如果同时要多几个，就来这里按子母画面加。